然后就遇到你了。对，是我们的大家心目中的君君女神。谢谢谢谢。真的，哎，上次这最近看到你们的，你跟璇璇的现实动态，你们是都有参加这个盛世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没有参与其中，对，不是只有表演，有参与，有参与，有参与表演，然后也有参与这个文化，就对，对呀，啊，哇，非常的这个热情啊！上次有看到你们是不是那个白沙屯，就是也有，也有，对，对，哦，你们是就是都是会跟谁？黑娜，黑娜，黑娜，真的是这个就是这个信仰的这个迷人的地方，真的是的。那你们最近很忙哦，还可以，超忙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可以。那我有看到璇璇她工作就是也是拍蛮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真的辛苦了，这大家的女神，君君女神，谢谢。每次看到本人，就是会忍不住想要一直盯着多看几眼。啊，谢谢，太漂亮了，超级漂亮的，谢谢，真的真的。今天是钢管还是歌手？哎，对，钢管，对对对 ，OK OK， 哇，很久没有看到你跳钢管，超级开心，超级期待的。你应该很早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啊。很对呀，很早就来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因为我刚刚才就是一点多的时候来，然后整个大塞车，大塞车就是开不进来。我想说，我等一下如果坐完下班，不知道开不开得出去。怎么出去哈？对啊，对啊，我想我是停在璇璇的那个没关系，那边 OK 的。对，我停在那个舞台的后面应该是还可以。我从那边塞进来，然后从那个 Seven 那边再弯过去的。哦，在那边出去应该不会塞车，因为。从那边开进来就是很远啊，然后很塞。我刚刚原本停在那边，结果被赶走。不会啦，他说那边是给要休息的地方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啊，对啊。体验一下这种真的是宗教的盛世。对，因为我是蛮少就是参加那个庙会的活动，哦，对，所以其实我做了蛮多功课，我就想说我们今天是要来干嘛？很紧张啊，助教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对对，我就想说，我要Google 一下，说每一个文化，每一个庙会的文化就不太一样，是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就像白沙屯跟这个大甲妈，就其实他们的那个意思也不太一样啊，对，他们的就是活动的那个意义也不太一样，对，没有错，但是都是要祈求，就是大家身体健康平安，是的，对，也是要祈求在我们台湾这片土地都可以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这样，对，没错没错，可是他们就是还是会有一个说法跟一个名词，还有那个文化的规则会不太一样，是会有差别，对对对。对啊，但是我就是要去做功课啊，对不对？不会啦，多参加几次就知道了。参加几次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希望我参加的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继续安排歌曲来给大家。好，继续安排一个歌曲，《样样可爱》，谢谢。好，继续安排非常轻松的歌曲，《样样可爱》。街上是越来越多伤疤，每个人笑发自越狂啊，只有在过深夜看到有微笑的你啦，拉着肩膀唱得多么的凄伤，爱那平地好不摘，唯独在我的心怀，他都用过一个说用我可爱你，嘲笑他一眼心里有啥好一笑，我的小手啊重生身边无限温暖啊，我说大街上是越来越多伤疤，每个人笑话在脸庞啊，就在我身旁看到有微笑的你啊，拉着双肩膀长得多么的心伤，我说大街上是越来越多伤疤，每个人笑话就在我身旁看到有位生日你啊，拉着双肩膀笑得多么的心伤，爱那片天红不拆唯独最后的习惯，好不容易你软说又可以爱你，常常看一眼心里留下好印象，我的小手啊就是身边无限温暖，我说大街上是人来我不说吗，每个人笑得随便忙就在我身旁看到有位深夜你啦，拉着肩膀笑得多么的心伤啊，感谢选手的歌曲样样可爱，谢谢掌声，谢谢的歌曲曲曲底下就打给新配给空美感谢继续的安排，谢谢后面的好朋友，谢谢谢谢。